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。艾薇。OK， 今天没有林董，因为林董去度蜜月了啊，他跟他女朋友去了马六甲两天一夜。谁哇，你看直接干扰我拍摄，搞错。美女就是不要太多人追了。OK， 现在回归正题，今天我要带你们去吃一个新山最好吃、最有名的香蕉蛋糕。你们懂是哪一家吗？懂。蛋糕。波迪啊。香蕉蛋糕啊。香蕉蛋糕，波迪，你懂哦。很多新加坡人去买了，它很红，而且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名字，但是我懂它在哪里。哇，我都不知道名字。是你吃过了？吃过了。你？我也吃过。哇，原来大家都吃过这个香蕉蛋糕了。这样出名的东西，可能没有吃过。我真的没吃过。真的呗。因为我每次看到太多人排队啊，我不懒惰去排，真的是跟你讲，每天排长龙了。它的面包也是很好吃。它面包也是很好吃，炭烤的。我听说它的面包都是用炭烤来做的。而且它的香蕉蛋糕有分那种烤啊，硬的。脆的哇，你很了解哦。哇，今天我带对人了，因为这个很了解一下，他应该是常客来的。嗯，还有分硬的跟软的、啊。嗯，所以我们两种都买。嗯，两种我们都推来吃。你要看幸不幸运哦，有时候会卖完。哇，需要快。这样我们要快点过去了 ，Let's go。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。我今天还是一样排长队哦，我老，真的是什么时候都排长队，而且今天是拜一，你知道吗？再加上已经要接近。他的关店的时间了啊？没有啦，哪有长队？你看还不长啊？你看还好咯，这个你早上来看哦，早上来更死。我们这个时间来还好，我还是在这个陈旭年文化街里面的。哇，你看，我真的是几十来都排长队的哦，就是这间协裕面包一国产，你们看，真的是排长队。哇，我从来没有排队过。什么？为什么？通常是朋友买，不然家人买。哇，这个幸福的小孩，你看，不用排队了。第一次就献给我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拿掉艾薇第一次。我听艾薇讲，这个面包是我们炭烤的，是吧？像我们连面包也买。啊，我们一人选一种面包。我选欧大的。可以啊，哇，他懂事哎。我上网看也是欧大最好吃的，他们讲。不知道排多久，应该是十分钟要到了。是吗？他跑去买奶茶，想真的是不 steady， 跑去喝奶茶。我问我要不要喝？对喽。讲问一下，我会讲不要的吗？哇，你看，真的是超不 steady 的，自己买奶茶。你看 ，Every steady 陪我排队，你看超 steady 的。去订阅他，快，还要一万订阅了。快，拜托，快订阅。还有一万订阅，快。我已经差不多接近一个月没上片了。哦，对哦，怎么你在里面上片？没有空哎，最近太忙了，还是做工。我连跟他们去拍摄哦，也没有什么时间去拍。啊，你们可以看到我影片啊，真的是很久没有出现艾薇了。然后今天我拿到 off day， 这块空好难出来啊。对，你们可以再一次看到艾薇啊。啊，地址就在上面，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。这个不用地址了啦，大家都会懂啊。谁？只有你不懂。没有，新山人才懂，外地人不懂啊，所以还是要讲一下地址。超多新加坡人来看。他们这边关门时间4:30，所以你们尽量要提早来。我们的后面，哇，这很成功哎！我真的觉得他太成功了，很成功哎！开了这么多年还这样成功，都要开了几年了？来，你自己讲，你吃过很多次了，开了几年？我爸妈没亲说就有了，应该是开了几年？不懂哎，猜，20-30，屁啦，40-50，屁啦，100多年了，80多年了 ，OK， 要到我们了，很期待哎，很久没有吃了。有时候家人哦会懒惰排队，所以就看到多人家也是驾车走掉。最后一次吃了几次？哇，很久了咯，有两年了嘛？有一年了哦。一年了 ，OK， 这样还好。今天就让你回味一下那个口感。买奶茶不买我们哦，还是 daily 嘛你？等一下你们看我又做什么、啊？比较会请我们吃东西哈。是啊。OK， 这个是下一部影片，来给你们看它的价钱。coconut 椰丝5块钱，红豆沙5块，它的香蕉蛋糕起价哎、欸，起价了12块哦。哎，你不觉得有分两种吗？一种嗯，哪里有？可是这每天一个半哎。你问他。你不要不懂装懂啊。试过哎。怎么这个只有一个半了？我问老板娘。OK， 问你们老板娘。哎，老板娘香那个香蕉蛋糕有分两种哎。有空的，它硬的。空卖完。卖完了，看到吗？像就普通。哦，这样普通哦。然后太黑了，这不要卖了。我的 cup 是这样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试看啊，试看哦。哦，可以。哦，还有别的吗？我要香蕉蛋糕。香蕉蛋糕几盒？一盒。还有欧大。欧大的面包都卖完了，对不起。全部后面了。是的。OK， 不要紧，叫我们买这两个就好。多少钱啊？
17。现在我们已经买好我们的香蕉蛋糕了，我们现在就来吃硬的。艾薇最漂亮，所以艾薇第一个吃。很硬啊。很硬啊。它的口感是怎样的？像罗蒂克哦。哇，是不是很硬？嗯。很好喝。脆脆。这个真的很好吃。甜甜脆脆。有香香。有炭烤香味，还有那种浓的鸡蛋味。嗯。接下来我来吃这个硬的香蕉蛋糕。哇，真的很硬哎，好像瓷砖啊，红砖，很好吃。没有，这个其实是要配果皮吃的。嗯，觉得很像在吃那个饼干哎。哇，香蕉味真的很浓，然后不是很甜的那种。啊，对，我觉得是自然的甜味，太好吃了。嗯，这个我是觉得还不错吃，可是我觉得。它最好吃的还是这个招牌，软软的。来，现在我们来 try 这个香蕉蛋糕。哇，那个味道！哇，哎，它的香味更香嘞！这两车都是，这两车都是那个香蕉味了。这是我嗅过最香的那个香蕉蛋糕。哇，很好吃！烧！我不好讲形容哎，怎么办？好吃到无法形容。来，我们交给小杨。看啊，嗯，想咬多一口。观众看不到你吃相啊，观众很喜欢看你的吃相，因为你太帅了，懂吗？你这样帅，哪可能不让观众看一下你的吃相？换，你很会讲啊！来，吃一下。哇，很享受的。看啊，一口咬下去哦，它里面的味道是散在你们嘴里面的，然后那个香蕉味、很重，很重。它不会太干，就是好像不用咬了，它会黏在里面。它有保有那个湿润的感觉。是看第一口的香蕉蛋糕，哇，特写一下，来特写一下。嗯，哇，太好吃了，我不好想形容啊。它的口感是很蓬松的感觉，嗯，绵绵软软的，老人家一定很喜欢，根本不用到你的牙齿来吃，懂吗？他妈都可以吃，嗯，而且它的香蕉香气超级香的，我跟你讲，像想一想啊，它真的是一口一包在你的嘴巴里面。有些那种香蛋糕会很干的、这个不会，不会哦，它有一点水分哦，对，它这样做到会有一点水分锁在里面，还有那种湿润的感觉，祖传秘方，虽然我是没有吃到它面包，它听讲它的面包是炭烤做的，我觉得蛋糕已经很好吃了，我觉得这次真的是没有白来。这个香蕉蛋糕到底十分里面可以拿到几分呢？来，交100分，哇，100分啊，来几分？你还问吗？满分啊！我也是给满分，真的。没有东西可以挑。地址我会放在那个描述栏那边啊，你们自己去看啦、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艾薇，快点给他破1万订阅。还有小杨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哦，拜拜。